我不是大帅，你不用糊涂我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加入的星火会？抓捕安宁的时候吗？说呀。古州到底是谁啊？我要是加入了星火会。 就不至于现在才为姐姐复仇了。你一早就都知道了，全是在作戏。是啊，虚情假意，杀人诛心。姐夫教我的。你为了复仇。 示弱讨好，勾引偏爱，薄命诱杀，你所有的本事都用了，你成功了。我掏心窝子对你好，你却往我心口这扎刀。对。 所有方式都用尽了，却还是没能吓死你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觉得煎熬。我跟你所有的亲密的举动都会让我作呕。为什么我没有亲手杀了你？有毒蘑菇，你把我杀了吧！你把我杀了吧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！ 来呀，杀了我呀！我知道，你这是故意想让我杀了你，一了百了。 千岁子小姐，要是你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命令江慕寒杀了他。要不杀了他算了。那倒也不必，死亡是最美好的光环，更何况一个死人有什么好赢的？
又在演什么戏吗？万念俱灰，行尸走肉啊！你不是恨我吗？你骂我打我呀！我对意志消沉的猎物不感兴趣。绝食是吧？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易，你每吃一样东西呢，我就可以让你杀我一次。只要你别再整这种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我可以亲自给你递刀子。成交。就你这样还想杀我？你是力气不够呢，还是对我旧情难忘？再来！你要是肯回来，我可以考虑原谅。可是我不原谅。督军，楚云帆来了，说要谈判。实话，你有种放开他！我偏不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混蛋！阿凡，心疼啊！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牵扯到别人？别人。你和他联合起来要杀我，你说他是别人？你这几天不人不鬼，见了他就跟活了一样，他能是别人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求我。如果我求了你，你会杀死他，对吗？聪明。这样的你才是我最爱的样子吗？江慕寒，你不是之前一直想我们青帮码头吗？现在我愿双手奉上，只为换取清欢，可以吗？我以为什么条件呢？抱歉，码头和清欢都是我。你没资格换。我青帮什么时候任你予取予求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救出清欢的，哪怕咱俩拼个鱼死网破。你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你有什么异动，
我保证我会百般奉还在他的身上。你没有命令私自接头，一招不慎就会暴露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清欢受难，我请求组织协助我。回去吧，你的请求组织会考虑的。别敷衍我，组织花费这么大精力把我送到这个位置上，我知道自己的价值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知道吗？她不是别的女人，她是我爱的人。当了卧底，就别想做清楚。回去，我们会好好考虑。督军这招激将法，让楚云帆方寸大乱，落了尾巴。果然，他并非真正青帮少主。应当就是孤舟无疑了。哼，给青帮元老送去。我们来个借刀杀人，黄雀在后。又想出什么新招式来对付我了？嗯，江梦涵，我累了，我们放过彼此吧。放过？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话？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囚禁我，那还不如杀了我。休想，你永远都不会逃脱的，除非我死了。既然你舍不得杀我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这深渊地狱里活下去吧。但是现在，我想去服生欢散心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哎，于老板，好久没来了。得想办法把消息传递给阿帆。是啊，好久都没来了，不如今天我给大家献歌一曲如何？好啊。千里迢，彩云已散烟。
秦欢，歌唱得不错呀。你的确很聪明，但你别把我当傻子。你要杀他，可我偏要救他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猎物吗？还在想楚云帆？好啊，我让你亲眼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。看好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他楚云帆根本就是个冒牌货，真正的少主在南阳的时候就被人开枪打穿了左胸，早就死了。二叔，你绞尽脑汁就想这么个招，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上不了位。是不是真的？一验便知。有种把衣服脱了，墨迹什么呢？今天不杀人，看戏。继续。怎么？怕了？你要身上没弹孔，我不介意替你补一个。甄少主在南阳的同学，一验便知。云帆，你不是已经中枪身亡了吗？怎么会？带下去。怎么可能？当年我遇刺中枪，侥幸未死，我深知凶手不可能放过我，于是便假死回国调查凶手。当年的杀手是你的人吗？二叔。我的确不是真的楚云帆。忍着点。你没事吧？
幸亏提前收到清欢的消息，做足准备。不好意思，杜君，大老远的跑一趟，信没看成，扫了你兴了。看来你做了两手准备啊，清欢，咱俩还是心有灵犀的嘛。你什么意思？杜君，我们已经成功夺取码头。啊，什么？好啊，你故意引起我们内讧，借机夺取码头。今儿算你过关，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戏演完了，散了吧。找个人把他拖出去。是。小姐，这是您订的旗袍，说不合适可以拿去店里改。下去吧。大帅与日本商会合作在即，大批军火将运至国内，望设法阻止。大帅来电，望督军以大局为重，答应与千岁子小姐的联姻。知道了。你都听到了？我是不是该道声恭喜呀？我不允许你恭喜。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那你注定得不到。你我的结局早就已经注定，阴阳两隔，或是同归于尽。好啊，但在此之前，我的痛要与你共享，我的喜要让你亲眼见证。莫寒，你终于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我父亲认识。督君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，难怪小女对你念念不忘的。那我就不打扰几位聊喜事了。哎，今天千岁子小姐和你才是主角，走。走吧，莫寒。你不是孤舟，真正的孤舟是不会抛弃任务冒险救我的。你到底是谁？秋欢，我不想隐瞒你，我是北周政府派出的卧底，受命伪装成青帮少主，调查走私军火一事。你也是卧底？我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，难怪我会误会。那真正的孤舟到底是谁？